美食、美物、美景，生活在美西。今天带大家去看看美国西部小城市的简单生活。每天晚饭后，我们都会去散步。有天，我们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鸟窝，若是不说，一般人都猜不到它在哪里。比如这一群人。I know what is that. Yeah. 它的位置就在举高手，距离地面大约两米高的树杈上。据专家分析，这五个蛋的爸妈应该就在附近监视着。他们一般三月做窝，五月下蛋，十八天小鸟就能出壳了。喂养三十天后，他们就能离巢自由飞翔。给天天一个赞，明天继续带你看宁静的美西乡野生活。